然后这是香香的南瓜，现在已经到苏州了。然后刚才从这边过，发现这片很热闹，才知道哦，原来这片挺繁华时尚，关键节日嘛。然后出了房就给这一片了。然后现在准备下来去逛逛，吃点好吃的。我觉得好吃太多了，跳不过来了。然后尝一下那个榴莲芝士冰了，嗯，一份那个招牌芝士榴莲杯，招牌芝士榴莲是吧？嗯，对。啊，他这个冰做了圆的，让我看了很舒服。你放那吧，回去你给我交代一声，我弄。哇，给猪猪姐，里面是芝士。这儿吃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已经完全挑花了眼。奈何钱包有点扁。这么辣吗？嗯，对。好吃不好吃？都唱到嘴里了。好吃，这就是我们三个的晚餐，今天的。咋了？肯定好吃，那是辣椒辣，太辣椒可辣了那种。我看你吃的，我已经流口水，没吃辣椒。豆腐咋样？豆腐还没吃完，我倒点太嫩了。你尝尝。你不会演啥呀？吃啊，我吃。微笑。现在我们吃过饭，回酒店了。我今天好累啊，想回去赶紧睡觉。爽，哎呦我天，可爽了，你闻着那汤是可爽，我腰都伸直了，好的。